小佛台设在书柜的一个小格子中，这个格子是书柜的其中的一层，上下还各有一层格子。请问相邻的上下层可以放置其他的东西吗？有什么可以有没有什么不可以放的？应该没有什么。嗯嗯，好的好的。嗯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